就要被气死。这个是，哎，晚一点要做。今天工作顺利吗？5D3 Canon 系列。阿罗还好。Canon 系列的无限。今天做了一些监看无线对焦，有关于那因为东西在充电，在小给它掉漆一下，充好电之后呢，再所以呢帮大家测试啊，现在 BOSS 分身术呢，啊，分一下哈，分一下。那今天要接受光没有打。后面呢，背景没有打，所以有点糊。好，现在看到的内容是，没人上线，完全没有。那一天做 4K 直播的录影存档，然后看看效果怎么样。所以就是要好 ，BOSS 先告退。灯要打得足啊！灯要打得足。那今天呢，讲一件大事儿。Panasonic 昨天在日本那边听说要解散一些叫做不赚钱的部门，不幸的是就是直播了，跟后置区被他不是后置区被不是数位相机好像在里面绿卡，然后那今天经过求证呢，没这回事，误传的。那王董，你帮我丢到脸书连结好吗？连，帮我这连结丢到脸书。那今天为了再把这个直播的画面呢？给弄好，于是乎呢，客人只要画质，他不在乎流量，不在乎有没有人看，所以呢，咱就得把它丢到 YouTube 再帮他试一次。那。会谈谈有关于 Mivo 跟 Live Streaming 之间的这个截取卡的部分，如何导入？方案相当的多，好用的可就那几个，所以又白花花的银子呢，又撒出去了。那怎么跳到这段 VCR 呢？那大家都很清楚哈。你要互动好，要有效果。基本上呢，在 YouTube 呢是没法的，没法子。也就是说了，只能到脸书去，比较热闹。那现在声音再切一下，可以关灯啊。好，今天要讲这部Ultra 30，它在某些地方萌萌表现的厉害。那今天开心哦，全部卖光。王董。把它移过来好了，移到这个萤幕。哦，这个呢 ，BOSS 这萤幕不是高档的哈，是很高档的。哦，因为呢，被人陷害。说六张里捷运站呢，好地段啊，卖点高级的东西吧。咱呢就开始进一些高级货，
啊，一个七八万的 monitor， 哎，咱还真没用啊，这么高的，压根啊，卖不回本。也就是说啊，地段啊，跟产品销售啊，没点关系的。还有一种呢，就是说，你只要东西好，价钱都不是问题啊。现在消费者有钱了、啊，他妈放屁！之前弄了一大堆那个，德国的望远镜，两大名牌都有，大家看到价钱就往后退两步。所以呢 ，BOSS 在当年呢接手这个会计师，一直在摸索。原本是另外一个人在做了 ，BOSS 后面就完全接手，然后就变成今天这样。原本就是房子租给人家，人家在这边做嘛，啊，正好我有兴趣嘛，做着做着就变成今天这样了。好，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是 Verb Ultra 30呢。搭配一个恐怖牛逼厉害的一个超便宜稳定器，那准备秀给大家瞅瞅哈，让各位知道一下，2380元能干啥？啊，那这老头呢？我想应该大家认识了哈。啊 ，Boss， 谢谢谢谢。好，那我们放他的声音，哎，直播，哎，然后呢，测试的结果呢，在南澳非常的成功。那来到台北市呢，声音还不赖啊，就完全是另外一个样了，行不通的，就是频宽是不是够的问题哈、哦。明天用 Verb， 好，明天改用那个 Mivo 做直播，边走边播。来看一下台湾这边的这个行动直播的发展是不是有足够的空间可以运载。那现在这个是 Verb Ultra 30搭配了 Fancy 加上799啊、799稳定器，顺便带大家逛逛台北啵，好，逛逛台北啵。台北这边呢，今天天气非常的好，体感风切深的部分呢，三度可以在上面贴海绵，非常舒服的天气。那这是一个单轴稳定器，阳光有，但不那么毒辣，没有那么毒辣的哈、哦。那我们接着呢？带大家在台北逛个小街之后回公司去。那今天真不想上班，昨天看了中正纪念堂的樱花呢，哇塞，整个心呢，整个心简直就是卡住了，你知道吗？我卡呢，它跟网络直播一样卡的那种卡，卡到不想上班的那种卡。测试到现在呢，其实拿这东西挺招摇的哦，路上的人都会看你的，喜欢招摇。现在用的是 Verb 本机的收音，啊，稳定性来讲哈、哦，如果说是2380元加上799元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我倒觉得还蛮划算的，啊、哦，因为平常呢就拿 Fancy。工作呢就加799，因为工作比较需要比较高强度的稳定 ，Fancy 是属于中低强度的稳定，所以呢玩不需要那么稳嘛，只要比手稳就行了。
那工作呢就必须要稳稳的哈、哦，这没有办法，这没有办法。那刚刚我用了一个东西叫做透光锁定，透光锁定就是在你录下按下录影键的那一刻呢，它就给你猛猛的锁住，让你在那边变来变去。现在在那边乱走，好测试一下。我北站，我北行。好，验证一下。画质还真不错哎。这机型呢，目前在台湾的话，很流畅，就只有 BOSS 有。不知道发生什么事，阿舍来这边。好，那这个几分钟的短片呢，也将待会在直播的时候跟大家分享，看看 Fancy 好座位上的效果。那 Verbo Ultra 30搭配，是不是能够猛猛的厉害？好，是不是能猛猛的厉害？很轻啊，轻到那种几乎忘了它存在的那种轻，很轻。哎呀，以后非常的轻，非常。嘿，你好，你好，好，测试到这边呢，哦，要看到我最肚烂的王董，哦，就是肚烂的王董，就是坐在那边，这辈子都在滑。王董，你这样滑会滑出人生的脚步声吗？王董，好，王董跟大家打声招呼吗？好，我告诉各位，他如果打招呼，你就要去签乐透了哈。从小脑子烧了，不知道怎么跟人家相处，王董。唉，能不能有奇迹呢，王董？但你死人了，你，王董。好，谢谢大家哈，晚点直播告诉大家分析的魅力。王董跟人家拜拜。嗨嗨。至于这个，好，刚看的那个是分析。这东西哈、哦，还是要给大家解释。昨天有人在问，要看它的全状，啊、哦，全部的形状再这样了。啊、哦，它的铅特多，因为上面特重，所以呢，就必须要这样搞。先生还 OK 吗？好，现在用的是另外一只下杠。那我因为我后面是马路，没大厅，然后接马路套超吵。好，那 Verbo 呢，在这。为什么 FB 那么热闹？然后呢？脸那 YouTube 就没人了。哦，那没办法咯，有客人的需要是要画质的，他不在乎有没有人看呢、啊。好，就变这样的了。好，希望您能够理解我的明白，这样看得懂哈。啊、哦，已经回答你了。把它的样态呢，跟您做一个介绍，希望您了解我的明白。好，下一段呢，要干什么？看懂了吗？这是拍自己，
这样握的时候拍对面，手机可进行监看哈，那你就可以拍出刚刚那样的画面。那这一台呢，因为是新出品，还没有足够的货源供货，所以呢，咱们啊，这个4月17发货，补光，没光，好，大致上就这个。好，跟您的问题直接用直播解释回答。再来另外一个，你有在听吗？所以你在播在 YouTube 哦。对。没有脸书哦。脸书今天因为人家要看 4K 的。客人他说他只在乎画质，他不在乎有没有人看。那我问他为什么要播呢？他没有回答我，蛮有趣的哦。他只在乎画质，播出去有没有人看，那不是重点。好，下一趴要讲的是这个东西。叫 present， present 干什么用呢？按错了。哦，当然是直播用了。至于这个 present， Web present， Blind Magic 公司出的，同步讯号做得非常的棒哈，在声音跟影像的处理方面呢，非常非常的。卢董，能不能把冷气都关一关？我刚刚听到压缩机的声音。嗯，他似乎是在作业上来讲，在影像跟声音的同步有做一些自动的处理，因为他没有 delay 或者任何的调控可以让你做延迟处置。那现在必须比例上来讲，跟其他的进行测试，那看看声音跟影像之间的差别。王总来了，王总拜托你看，现在你只要新东西装好之后，就是照我这样做，锥心跟这里听声音有没有同步？锥心跟声音要一样，这卡就能够给客人了，好不好？测试到现在呢，发现它。优异的稳定性哦，就是很不用花脑，插了它就有动作了，对不对？插了它就进去了嘛，都不用设定，不用搞东搞西的。Live Streaming 也有协定给 Blind Magic 嘛，对不对？它的 logo 上面有嘛。所以 Blind Magic 的东西这里都能用，对不对？好，接线方式在这边。好，然后我线真的不够长哈，来看一下哈，接这样接，王董呢又在袖手旁观，他扶一下好不好？这边扶一下好不好？这个呢 ，Canon In、Line In、JPA 那边来的声音 ，Canon In、HDMI In、HDMI Loop， 这 Loop 到哪呢 ？Loop 到另外一个截取卡，譬如说 Live Shows KX。让他做三平台直播，从这里啊 ，SDI 啊 ，SDI in，SDI loop， 好，大致上是这样的一个形态。
好，那就可以完成那个直播截取的一个效果哈。那画面的品质呢？低延迟、零延迟啦。基本上声音跟嘴型呢，大体上同步。那也希望各位使用者哈，将来在截取卡的需求上来讲哈，要稳定、方便、免设定、好用。就这个了。接下来测试的是 OBS。好，大家好啊，现在声音有了吗？挺复杂的，因为今天玩 4K 呢，都在处理频宽分配。刘雨婷你好，吴少元你好，景文你好，仙灵五，仙灵五，吴圣灵。吴圣灵当然有折扣了。杰森浩你好，肖啦哈，肖，杰森肖，不知道怎么发对。阿卢六六六六六，吴圣灵吴景文，杰森六 ，James 五，六六六六六，你顺我顺大家顺。好，刚刚讲了2%哈，一个就是2380的 Fancy 呢，这东西呢哈，4月15将要上市，后面还有好几只稳定器在排队，还有一只塑胶稳定器，猛猛的厉害，三轴的，已经来了2天哦，一直没有帮他安排上市跟测试，因为都在忙这一支 Fancy。厂商送来的东西我们都尽心尽力了啊。那澄清一下，就是松下的那个 Mobile 那边好像已经有文章哈，松下那个是误传，哦，并没有真的要解散数位相机。哦，并没有，日方那边好像也有新闻有报了哈，希望这一切都真的。但是今天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刚刚没看到。哎，雨婷你好，刚好没看到我吃香肠吗？我下午在那边测试 Verb 吃香肠，移动直播秀，秀秀，有教大家剥大蒜。那松下这边呢，已经证实就是媒体误传哈，数位相机的部分呢，并没有，哦，停止发展的这个可能，因为它其实卖得非常的好，一直都在缺，我们的配额呢，其实都不太够，像今天就有几个机型呢。都被扫光了，
要货也要没有。像 LX100 已经缺了快半个多月了，黑的缺了半个多月，每次要二三十台呢，都只给你分配那一点点，那一点点，蛮可怜的。雨婷哈哈哈哈。那松下我认为他不太可能会停止这项数位相机的发展计划，因为他的东西做到位，做到位 ，CP 值又够，它的机型那个价位没有替代品，哦，都要以别家的东西来说啦，加个5000-10000，东西未必比它好。它光不当机，它就天下无敌了。而60P 的漂亮呢，几乎所有的客人看到就是，哇，那也叫更。那也叫轻啊，所以呢，我不相信这个松下会停止这个产业的一个运作啊，因为数位相机毕竟是还是一个大项啦，数位相机还是个大项，那每隔几年就会有轮替淘汰啦，太旧换新哦。把它给停下来没有道理，最多就是跟 Olympus 合并嘛，再不然卖给郭董嘛，多好呢。对啊，日本只要不卖钱就卖给郭董啊，郭董就有办法让他赚钱啊，是不？好，那今天这稳定器讲到这边呢，分析呢，就是这样啦，一个误导，一个宣布哈。让今天的松下相机在我们店里卖得猛猛火火，也蛮意外的。那我们也今天都在紧急调度哈，调度一些同业的货。那总之啊，松下的相机你不用担心，反正它有保固的。好，公司货台中的有保固，水货当然就没有了。水货就是自付保固了。为什么呢？你买水货，你就要有个认清嘛，后面就要靠自己了，好不好？要不然它那么便宜，啊，千万不要拿水货的价钱呢，奢望自己能够享受到这种公司货的保固与服务，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哈。茫茫茫啦，好，唔通想想多，好，继续加声音哈。原来刚的声音小成这样，镜头不知道已配 B 镜头吗 ？B 镜头是什么呢？雨婷，A 镜头已配 B 镜头。可能给我个牌子会比较好回答哈。然后再来就是今天这一趴有讲到，就是香龙鱼 OBS 的个新的这个 present Brand Magic 公司出的 present SDI and HDMI 通用的一个截取装置。那后面背景看到的呢，是一个 fancy 这个东西啊，边走边拍的一个效果。只能说这价位完成这样的画面 OK 的。那单独他拿他原生形态是这样子，这样子，哦，拍谁？忘记调度了。原生形态，真的是小不拉几哦。哦，全球最小的吗？
应该不算，因为我们家做过98公克的三轴稳定器，一个特殊用途了，98公克，全部用 ABS 材哈下去做的，那做出来呢也没有上市，就自己玩玩咯。大致上是这样了啊。这有趣的玩具呢，送女朋友刚刚好的哦，留给自己用当然也行啊。手机 GoPro Verb Ultra 30小蚂蚁通通可以用，通通可以用。那用来直播，我跟你讲，肯定比你手拿好。你这样拿着播呢，有效解决歪歪斜斜的问题，要歪不了的。你会走不了歪路，你知道吧？好，你只能直直走啊，因为它斜不了。哦，那单轴跟双轴差异呢？单轴就是这个轴，叫 raw。那么双轴是 raw 加 pitch， 三轴呢是多了这个动作。那因此在操作这个分析呢，它就有几个技巧。我建议你这样握，这样握，千万记得这样握。然后这个小指头呢，翘两根起来，好，那勾一点点回来，轻轻的握就好。那握下面一点点这里，那走起路来呢，就还蛮不错，还可以。好，跟两轴差不多。那运镜上来讲呢，要稍试一些技巧。那今天主要是测画质，讲解这些东西呢，跟使用呢，感觉其实比较附带。顺便一提，让我的业主呢来看那个流畅度了哈。那 4K 的部分呢，说正格的哈，我每次桌上都有王董无微博哎，他就会把一些无微博的改变被放在这里，然后喝完东西他绝对不会收。那当老板有多辛苦，你知道吗？真的 ，Lumix 镜头配 Sony 镜头。哦，有那天有配过 ，Lumix 镜头还是配 Lumix。那换别家的呢？光学是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焦段，嘿，那匹配起来呢不是很合用，不好用啦，就不好用就对了啦，嘿，那我等我把 mount 都车好弄好，然后把 M43 搭 Sony 的结果再跟大家报告，因为现在配起来就是欧兵啊，不是啦，就是焦段的问题，焦段的问题啊，焦段的问题。好，现在讲解今天的效果哈。Boss 呢是在这边这个地方，好做 Core Marking 嘛哈。好，这是 MIBO 原生画面。那 BOSS 利用这个便宜的板子呢，
记得你如果有针对这个案子啊，就是你已经拿过 Live Streaming Studio 的朋友呢，有看到这场直播，记得要这块 key 板啊，说急急忙，这个 key 板免费的。好，有看到这个直播呢，你就有这样的福利哈。买那个 Live Streaming Studio 的朋友呢，这个 key 板呢，就是会要您提出来，我们送您。好，我们不会主动给您哈，因为为了要鼓励大家看直播啦，不是鼓动啦。好，那你看 key 的结果呢哈 ？Boss 的形态在改变呢，改变什么呢 ？Background 嘛哈。好，那再看哦。我再把 background 好，现在直播就剩下一颗头壳小了哈。哦，可以随时搞大，也可以随时把自己搞得很小。那也可以把自己搞进去。那也可以把自己搞得小一点。好，满满的丰富哈。那这个东西呢，其实就是整合的功力啦。你整合的好呢，它的效果呢，出来呢，大致上还让人满意。那今天有品佑呢在问说，他要拳头大的产品要能够有特写，好，在这边跟您补充一下好了。好，这是他的全画面哈。那 Mivo 本身他全画面出来到这里之后呢，还有分了五个镜头，好，分别是 flat、narrow、normal、wide、fish eyes。我们来看 fish eyes 多 fish 呢？哦，就 fish 出去了啊。换一支麦克风。这支麦克风呢，大咪莫是目前用的效果比较好的。我后面非常的吵啊，来这边就知道，我后面基本上就是掐喽了哈。好，准备 take， 在这个阶段呢，我们送 4K 的讯号出去哈，在 close up 的轮到底的状态下呢，会有开始有失真了哈，那回拉一点点，好，有一个摄影师躲在里面跟哈，这也是他的特色啦。Mivo， 好，再来把对比性场弄出来哈，我们把它弄成 flat， 那它的 close up 呢，基本上就到这个位置，再来哈，再补强一下产品。
跟大家确定哈，这个效果相当是一枚戒指满画面，相当于一枚戒指满画面。好，在这边回答你的问题哈。好，那现场不是不是给你了，就我有我的苦衷，也希望你能谅解哈。我也跟您解释过了哈，不是不是给您。好，那今天帮客户测试的项目呢，4K 街区卡，还有介绍我们在发展，不是、啊、我们在经销的这个了，不是我们发，这不是我们做的啊、哦，哎，有点搞错，这是人家做的，啊，我们负责运用开发，开发什么呢？周边产品，开发什么呢？开发它的使用技巧，哦，再来，我再改变尺寸，好，即将收播了哈，谢谢大家今天的收看，今天没有上脸书呢。就是要弄一些特殊的情形，客人呢不在乎天长地久，他只在乎曾经拥有，所以他要 4K。那么就今天做了这事，对焦。对焦，对焦，对焦，好，这样直播是不是您很觉得很有趣呢？啊，这样播的应该不多吧？哈，啊，应该不多吧？蛮悲戚的哈。好了，一直聊专业，说专业，专业说不尽啊。工专业，税专业，专业税不尽啊。然后其实现在是遇到瓶颈了哈，一些瓶颈就是行业呢，在经营上呢，没有一些杀手级的运用出现，就没有爆发力，没有爆发力，自然而然呢。业绩就不太有可能有很大的那种变化，就平平就对了，反正就是一点一滴进进点点啊走就对完了啊，做好精彩，做好饶的，卖好完工事业啊，请更加多人，这是主要的目标。最近呢，公司的数字还阁有进步哈，又聘了两个新朋友进来，希望能够在大家的支持下哈，继续聘用更多的这个对摄影有兴趣的这些朋友们哈，来加入我们啊，把它搞得大大的。好，现在把它切到。Mivo 来，好，现在声音是 Mivo， 让大家知道一些麦克风使用上的差异哈，来理解你的挑选的一个价位，因为这里从几百块钱到几千块钱到不花钱的收音，它都存在哈。就依照您的需要下去评断就行了哈。那有些人喜欢这种声音，它比较热闹，也就是咱讲的澎湃了哈，比较较澎湃。那有的人希望声音呢，就是要干净，就 minimize 了。好了，今天谢谢大家哈。那现在这个画面呢，就是这样做出来的哈，就这东西。Fancy 加 Verb 啊，今天的 Verb 呢大卖哈，卖空了，
明天还会再来几十架。啊，我们家可能是少数，在全世界 Verb 可以卖赢 GoPro 的，哎，全世界应该就是仅此一家会计师可以把 Verb 卖赢 GoPro。 那就是对这土地的热爱啦。这个老板呢必须还是要说厉害，一直在台湾扎根，在台湾一大堆的电子工厂，那么发包了很多的这个订单呢给下游，在台湾聘请了5000多名员工，在全世界那就更不得了了。他在美国上市的公司真的是台湾之光，人家去赚美金的哈。他现在做了很多厉害的东西呢，我们也找机会再玩哈，就有机会介绍给大家。他的360也快出来了，那 BOSS 拿到台湾能研发的东西呢， BOSS 会有一样的精神，只要东西可以， BOSS 把他当小孩在照顾，当小孩在呵护，然后呢发掘他的优点，然后呢改进他，就配合一些周边的东西，让它变成猛猛厉害的。那 BOSS 在这个产品上呢并没有话语权，好，我们只是一个小小的经销商，但是不管有没有话语权呢，我们也竭尽所能把遇到的问题还有建议呢回报给原厂。好，那他能不能帮忙修正呢，也就听天由命了，也希望他们听到我的声音。因为现在拜托他们呢，希望能把 Verb Ultra 30呢加入直播的软体到 FB 去，这样 BOSS 就会更好推广。不然现在要买它，再买个截取卡或直播盒，才能跳到想要去的地方哦。那这个也是蛮不方便的。那我今天肯定一点，就是我这个手机啊今天很拗，哎，很拗，那就是动不动就卡机，所以今天直播的很失败。我要搞清楚到底怎么回事，中华电信的信卡今天第一次出错。哎，谢谢雨婷哦，你是我的粉丝哦，感谢哦。BOSS 的女粉丝还真不多，咱们都是硬邦邦的石头东西呢。还真是谢谢您哦，谢谢您那个女生愿意当我们的粉丝啊。当然有啦， BOSS 有个小女生粉丝3岁，哎，她基本上是就是看 BOSS 刷刷宝哈，也不知道 BOSS 在讲啥。好，现在的 BOSS 是她的喜欢的阿贝了哈。啊，那个小萱萱哈，超可爱。他听说这个礼拜会来哈，影视工作人员真的好辛苦哈。必须向全台湾的影视工作者致敬啊，因为他们都用新鲜的肝呢在工作，然后为大家创作出一些影像作品呢，呈现在荧光幕上面，背后的辛酸血泪呢，啊，无法一语道尽，但是呢，其中的苦呢，哈。真的就是用他们的生命换来，因为这个行业真的女生当男生操，男生当畜生操，真的操到没眠没夜哈，也没有正常的家庭啦。我好多的朋友呢，真不是讲假的哦，他们就真的就都离婚了。这行业真的因为你的时间呢没有办法很正常，家庭就顾不好，当然幸福美满的也有啦，所以说不能说这个行业的人就一定说在这个家庭生活上会比较脆弱，但是 BOSS 就是身在其中的一个负面例子。
好，那今天的直播呢，也谢谢大家的收看哈、哦。希望今天教大家的一些东西呢，能够给大家一些帮助。那这支好大支麦克风呢，也是帮朋友试音哈、哦。那希望是你的需要。他拿这太大支了，这怎么用呢？这么大一支。那不是要哇，很窄嘞，这拍片好啦，摕来收直播音吼、哦，好看，兔宝嘎嘞。我跟你们讲，你们如果做直播室，如果要效果要场面呢，你还是得加一支这个东西，那把它立在现场，然后兔毛装下去，有印象分数可以拿，就是专业。而且效果不会差啦，猛猛的厉害。好，今天谢谢大家哈，今天谢谢大家，谢谢大家。那以后的直播呢，或许要开发一个电梯，好像演唱会那样登场。好，今天先模拟一下，看效果怎么样。好 ，boss 讲完了，嘿，再见。啊，坐电梯下去。那以后登场啊，以后登场呢？哎，大家好，我是 boss， 哎，啊，启用这个电动舞台，啊，是不是很有趣呢？啊，升降舞台哈。啊哇，这可能是台湾第一位首位启用升降舞台直播的直播人哈、哦。好了，不耍白痴了，谢谢大家，晚安，祝大家有美美的好梦。老婆我爱你，买支稳定器给我。老公我爱你，我买支稳定器给你。好，晚安。